你好，我们是天下饭店。那我们饭店是位在台南市的成功路上，那是在知名的古迹赤坎楼的后面。然后我们离火车站只有三分钟的车程。然后我们共有103个房间。那我们在今年的4月才刚重新装潢完成，对。然后很多国内的知名球队都会在我们那边住宿，那包括国内线的远东航空也在我们这边做住宿，对。那我们主要是以日本的商务客人为主。